这个就是原子球塔的底下啊，这一堆钢架结构，然后往上是几个球，啊，这边还有一个 welcome， 非常大的一个 welcome。说实在的呀，就这种建筑啊，在我这里啊，都不会有人去看的，但是在布鲁塞尔却成了地标，原因就是布鲁塞尔和比利时太出名了，顺带着把这些不出名的东西就带出名。就像我们演戏一样，很多有名的演员呢，需要带一带那些不出名的。你看这个破球球，但是据说这里面是可以上去的。我估计是从中间那种管道，它中间有电梯，从这边可以过去。哎呦，一辆奥迪。好，我们过去看一看。